家好，接下来请观看双开铰链门安装说明。双开铰链门的安装共九个步骤，涉及29种零部件的正确安装。为了方便您正确高效地完成安装，请仔细阅读安装说明，了解安装顺序。第一步，首先请准备安装所需工具：电锤钻一把，内六角扳手一把，十字螺丝刀一把，锤头一把，手套一双。然后根据零件明细表轻点安装所需零件，确保各零件完整无损坏。下面请对照零件明细表仔细轻点并摆放安装所需零件。第二步，按照门装配图上的编号取出所需的立柱和围网，摆放在地面上。第三步，往用铰链件与矩形围网用螺钉螺母连接，再安装堵头。第四步，固定端立柱先安装下卡环，然后再安装门用铰链件，把门用铰链件与立柱根据图纸尺寸进行简单固定，然后再使用螺钉安装上卡环。第五步，缓冲板与门梁用螺钉连接，磁吸与缓冲板用螺钉连接。第六步，把门梁和连接件一、连接件二用螺钉连接，然后再把连接好的部分插入立柱顶端并使用螺钉固定，最后在门梁两侧安装堵头。第七步，先将两个铰链轴分别安装到固定端立柱上下两个门用铰链件上，再安装矩形围网，剩余一个铰链轴安装在中部网用铰链件上，最后锁紧门用铰链件。第八步，用螺钉把把手固定盖板、把手固定板拉手固定，用螺钉把大号门扣安装在两片矩形围网的相应位置。第九步，把组装完成的门移至需要安装的地方打孔，并用膨胀螺栓固定。以上就是双开铰链门的正确安装步骤，朋友们记住了吗？